然后让我们的会务也蛮顺利的进行。然后所以我们在今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由我们的会长跟副会长来宴请大家一下，然后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然后也希望说在明年继续大力的支持我们，让我们的台湾商会越办越好。然后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会长黄会长回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大佬，各位好朋友，拜托拜托，多谢多谢。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小弟呢在台湾商会呢就被几年啦，但是几年当中呢学习到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今年这一个年底呢，特别请这位各位的嘉宾哈、大佬这些朋友一起聚在一起。那最主要是我跟副会长都是表达一个心意，就是台湾商会是永远我们的商会，我们要不断的要灌入心血，不断的要把这个商会呢更加活力，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台湾的社区里面去创造台湾人想出来的一个商会。那我希望借着这个商会呢，除了能表达我们自己衷心的感谢以外，最重要的是我极力推荐我们副会长这钟文泉先生来继续接这个新的一棒。那我们现在呢掌声鼓励。拍一张照片。那还是只有是玩晚餐的，现在今天晚上是只有感恩晚会，都有。那如果感恩晚会的话，只能说感谢再感谢哦。那个当然了，就 OK。在这里呢，首先呢，就是还是欢迎各位哈、这个乡亲跟各位会员，还有如王会长说，这个大佬很重要哦。那当然是说每个人能参与来这里参与，我是觉得是我们的荣幸了、其实我讲一下说我能参加这个台湾商会呢，一开始呢其实是Lisa 一直拉我进来的。我来了加拿大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参加任何的社团，只有是大概是比较最钟爱这个台湾商会，所以就这样他拉我就进来。当然有这个机会进来服务呢，我是觉得也是一个机会了，能跟参与这个社团，我是觉得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自己强调说，台湾商会其实是蛮温馨，也蛮有感情的一个社团。只是说大家有一些人没有参加，所以不知道。参加了之后就会觉得是蛮温馨的一个社团。怎么说呢？当然了，社团要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所以。这一次呢，我本来是自己生意呢还做得不是很好，所以很想花更多时间做自己的生意。但是今天来参加了这个一年的当这个副会长，也当过这个秘书长，结果让我觉得能做生意当中也可以因为这样我认识更多人，我是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哦。所以因为这样呢，我就决定说好，因为大家的支持呢，我也愿意说再出来参与说这个社团的服务哦。那我想呢，当这个会长呢还没有当会长之前呢，当然是也希望各位大家的支持啦哦。没有你们的票就更别论说能当一次甚至于会长哦。但是呢，我的经验呢，我是觉得台湾商会确实是有发展的空间。最大的台湾商会呢，最大的问题呢，在于说我们的台湾商会的会员太少了。这个是会员少，自然而然经费来源就少。你如果会员多，会收的多，你相对的，你去办筹款活动，那更容易，或者说不用那么辛苦一直筹款。所以我是最大最基本的来源，最快速就是先要有这个会员。所以因为我自从我决定那个王会长支持我来
接任这个会长呢，我就花不少心思，我去想说要怎么样让台湾商会能会能成长。所以呢，我就从半年前我就开始运作这个一些怎么安排，有可以给我们会员带来更多的便利，给会员呢、啊，哦，那如果给会员有一些好处，虽然这些好处不多，但是呢，至少一个台湾商会一个诚意，就是说商会给你这个好处，虽然不多，但是呢，我想，因为一点点的这个好处呢，我想会温馨一点，因为这样让人家也更希望来参加，哦，所以我本来是说，不便讲说我有什么便利品的，但是呢，我想，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当理事，甚至于会长，所以，但是我想一想啊，我是还是先在这里跟这个我们的长辈呢，每一位呢报告，我是觉得还是需要，所以好，我还是先讲出来，就是说，半年前呢我就开始运作，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说，我这个当然是14号证件。发表会我还会讲出来，对，但是推这个便怎么样的便利品？那我现在在这里，我也就是说，第一个呢，会员如果参加呢，我想会推动每会员卡，就每一个会员都要会员卡。这个会员卡呢，你到任何的去餐厅吃饭呢，我现在已经找几家哈都要 support， 包括我们王会长他也愿意 support， 这个是在这里先感谢他。就是说来参加。来会员呢拿这个卡去餐厅吃饭呢表明说你是台湾商会，那餐厅愿意 10% 哦，给你免费打哦打折 10%， 那我想呢 10% 虽然说多也不多，但是呢如果每一个人呢踊跃的去消费餐厅消费吃饭呢，我想一年累积起来 10% off 的话，我说不定100块150块甚至200-300拿得回来，对不对？所以经常在外面办桌的人，说不定他回收更快，呵呵，所以我想这个至少很多会员去哪里餐厅吃呢，要那个 discount 10% 哦，不见得人家会愿意，除非很特别的熟或者朋友。所以呢，我想这个是一个方法让，会员能加入，哦，那我想说他一来可以因为有这个好处呢。整体来讲，一年下来可以说也没有什么缴钱一样，因为它可以回收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又可以做一点好事公益，帮助一些社团，所以我是觉得一举两得了，而且对大家来讲，其实一举两得了哦。那所以呢，我因为这样，我想说我会推动这个哦。第二个 benefit 呢，我那个特别是跟那个 Petro Canada 还有那个 ESO 还有那个 Shell。去跟他谈说给我们的会员加油打折，但是呢，因为希尔跟那个 ESO 跟这三家，主要这三家呢都不见，因为他说我们商会太小了，所以就不可能，那都被不见。但是呢，我刚好很巧不巧，我碰到一个很好的关系，他刚好在那里负责这个 marketing 的 manager， 所以他就到我公司谈，所以他就跟我。基本上应该 99% 签，你 confirm OK， 只要我们的会员去加油，他除了打折呢，洗车也打折，什么都打折，只要你进他的门就打折。哦，那我想说，像我的话，我很需要，为什么？大家在做生意或者有车，如果去加油呢，回打折回来，我相信你一点也可以回收回来。哦，像我的话，我不只说会员150块，我想。300块、500块一定可以回收，以我公司的车子在跑这样的状况，应该可以回收，哦，所以我想说，至少目前有这两个 benefit 给 member， 那他也会那个会出一个卡给我们，这个 Petro Canada 会出一个卡，这个卡呢左边会印他们的 Petro Canada 的 logo， 右边会印我们台湾商会，所以一种推销我们的台湾商会。的一个 logo， 但这个 logo 它印本来要跟每一个会员要收钱，但我说那每一次收麻烦，所以我私底下就跟他谈好，就直接我就直接我付给他们了，就是说他不会再跟我们会员洽取这个卡的钱，哦，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卡以后我要希望推动说我们的会员卡是越来越有价值，我们每一个人会员是越来越有价值，哦，是有增值的，而不是越来越没有价值。
每一年参加会会的会员呢，来只来一人来投一个票，甚至于大风下大雪又没有来投票，又连一个票都没有投，哦，就什么都没。所以我想我这个有希望呢，我14号如果有幸各位支持的之下呢，有能当选的，我会去推动这个。好，那这个我想呢，这个 benefit 呢，这个不只是两个啦，哦，很多方式都可以去争取的，包括像最近呢，我为了说要多增加一些餐厅啊，我几乎只要放假，我大概都是吃不同的餐厅，才有办法去找不同的老板。哦，那我太太有时候一直在 complain 我说，你这个精神，把它拿起来卖你的 LCD TV 早就卖完了。那因为实际呢，说真的，我为什么敢这样推销？其实我是不太敢，就比较害羞的人，我比较没有那个胆量去推销东西的。但是我为什么敢？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卡，我去，比如我去找餐厅，我跟老板讲，我是给他好处，我是好喝康道修补，我是好处给他说，我们会员来消费，你给他打折，对你也有好处，对我们 member 也有好处。所以我的心态我就说，哎，我是好处去找你的，所以我就很大胆，只要完全不同的餐厅，我就去找老板。你们老板是哪一位？他还以为说你是什么，你是谁啊？他以为是我要 complain service 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实际去找老板，哎，结果他们老板就听了都觉得都蛮不错的，所以他们很愿意 support。所以这个 list 呢，到时候我们会放在网站，在网站里面，我们有什么餐厅 support 我们说 discount， 会员可以上网看所有 support 我们的这些 list 的名单，你就可以知道我哪一个餐厅有打折，你就去哪一个餐厅吃。哦，所以这个餐厅会一天比一天，我们随时会 update 新的上去。当然我们会找更有水准的，譬如说魏香村，对不对啊？这个不没有水准的，我们不参加，因为我们 member 消费也是蛮有水准的。Mandarin 有没有啊 ？Mandarin， of course。HSBC 存钱有没有力气加油？所以我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卡我们推出来之后呢，因为我们以前现在都没有会员卡，我现在推出这个会员卡，所以这个卡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找。像我刚才呢，其实我有去找过一些主要是跟我们民生有关的，哦，去跟他谈，说不是可以打折，哦，刚好今天在这里我们也找，刚好我是第一次碰到大董。哦，这个老板在这，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我也是跟他建议，当然是行不行，他还要回去跟公司商量嘛。但是我是期待说有这样，包括我找几家，像要跟那个华盛那个公司超市，哎，他说哎不错，他愿意打折。哦，那我想说，甚至我说你除了我们 member 来买东西买菜什么打折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 member， 因为他不是我们台湾商会，但是他是Sponsor member， 所以也可以赞助。这样的话，我一说经费我们也可以来。像我现在为了这个呢，我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在推动呢。我也找到今天为止，我也大概找了二十几个会员，哦，但是大部分都是 sponsor 会员的，不是我们台湾商。为什么呢？像我的老外，哦，我的老外客人呢，我跟他讲他就 support。为什么？他也当然是基于说，可能是因为我。Supply， 所以他是 support 我。第二个，他也是说，哎，他有这个 benefit， 对不对？他也觉得不错，所以他就参加。所以虽然是老外，但是他也是算我们的那个 sponsor 会员。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在期待我们新的理事群，哦，甚至于我们的大佬啊，任何我们的乡亲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哪一家不错，你需要 support， 只要你 support， 你可以那个也一样去。刚才我说的方法去推动它，哦，甚至于我们理事，我希望说每一个人负责10个、20个会员，甚至30个、50个，我相信呢，你要100家、200家，100个、200个会员，应该是很容易的，哦，举个例子，最简单，10个理事，基本的理事，每一个人吹去找10个，就已经100个会员了，哦，不会说一下子100多会员，一下子30、40个，一下子20、30个。哦，所以呢，我相信有这个便利的会员，只有会增加，不会减少。哦，那我的意思说，这个呢，先让各位知道呢，其实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客人讲，我是觉得是
对他是好处的，他参加不参加我们没有强迫性，但是给他这个信息呢是好处的，是好消息的哦。尤其刚好过年呢，对不对？好康到修补，对，好消息相报，对不对？哦，这个是，所以我是简单在这里讲一下，但是呢，我想更 detail 呢，我想我会这个我们那个14号呢，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详谈这个事情哦，跟各位再次先各位报告，但是。最重要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赐我一票，谢谢。有很多的都是 sponsor 在我们台湾参会这一年当中，所以这个参会呢，主要的是先介绍几位 sponsor 这些朋友。那从这一桌开始，是 Raymond 吴，这是我们商会里面有很多的赞助都是。Raymond 大力的支持，那我们把他鼓励一下，鼓励一下。专家今年也特别在我们商会呢做了一个午餐会，去请这个百万年薪啊，他是百万年薪，百万年薪给我们很多 Mercedes-Benz 的感觉。再来就是 Mercedes-Benz Tommy 啊，他是 Top Sales 2004年 Top Sales。接下来就是大统华，每一年都给我们赞助多，谢谢 Kevin。这个视频好承接下去 ，DC 大佬给我们赞助我第一年。大家举杯好吗？大家举杯， okay, 举杯，来，谢谢。新的一年大家鸿图大展，还有一个这个刘玉山哦。我们这个今年特别赞助高尔夫球，然后年会也给我们很赞助，今年大概赞助6000块给我们商会。刘玉山，好，谢谢谢谢，大家举杯 ，Cheers。那边会太宽了，你现在有人坐下去就不会了，坐下来这样还半蹲，这个要来，现在可以，这个是早已经不能空了，不能空了。